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南山律。 在家备览略篇、别行篇，各位居士，大家午安。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课本。 240页，课本240页，大字的第五行，大字的第五行，第一个句逗。 第一个句逗，讲义部分，请翻开第34页。第34页第一行，第一行。 然后我们再翻回科判目录的地方，或叫做目次的地方的第1页。第1页，我们讲过了第一门。 敬佛一向，就是怎样来恭敬、尊重佛等等的仪式跟相貌，还有入世法事，就是不管是男居士和女居士，进入寺院以后，应该有的一些法则。 仪式。那第3门照相塔式，我们讲到这一门，就是怎样来来营造佛像、佛塔、佛寺。第1章的部分就是讲到营造佛像、佛塔的法则，然后在讲到了第1节怎样来营造佛像，那营造佛像，第1部分就是。 笼统的叙述佛经佛像的意义对于我们末法众生，这些佛经佛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帮助？第2项呢，就证明照相正式的说明照相。的一些因缘讲过的第一支就是中国，当然是指的印度。当时唐朝没有中国这个字，也不是说没有中国这个字，当时叫做唐国。我们到清朝以后才叫中国。中国指的是印度。印度怎样开始来营造建立佛像、佛塔、佛寺的缘起。那第二支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中国本土震旦这个地方呢的制度的一个渐渐的一个失去法度的状况我们讲到第二支那第一支还有一部分这个此方制度建师这一部分的支持记的解释我们还没有把它，还有一些部分上礼拜没有讲到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到，翻回34页，34页的第一行。在讲之前，也顺便更正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如是最后一句，如是照例是佛像体，有没有？在大致的第4行尾端。跟第5行的上半上2个字找到没有？这个课本的部分，那个体的部分，解释的，本体的意思是错误的。今天把它更正过来，这个是体字的意思，就是照例佛像体制的原则，不是本体。把这个意思把它更正出来。这样听懂没？是体制的意思那这个佛像呢？最早当然就存在在印度。后来再传到了中亚。到新疆的地方再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佛像，我们最后接到的中国传入的佛像是这个鸠摩罗什的父亲的印度僧人叫鸠摩罗炎带过来的传说是这样子那当时我们在，因为都是用马匹，没有现在的什么头拉骨，是不是所以就是只能带这个轻便的木质的佛像所以就是比较小尊而且木头的那都是采用比较高级的，存放了久的，本身也会散发出香气的檀香木做刻出来的佛像传到了中国从印度呢模仿磨刻下来模仿雕刻下来，然后再带到中亚，再带到敦煌，这样进来唐朝是这样子的，啊。那这里面的传说，当然因为有这个在家人不能看出家界的这个顾虑跟这个历史的公案一直存在的，没办法解决，所以弘一大师在民国初年就开始来写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方便在家人呢看形势操的时候，不会不小心看到这方出家人的戒，然后就会产生因为修行的关系啊，难免有一些不恭敬的地方啊，还没有教育到完整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会批评别人乃至出家人，所以呢，他就编了这个在家备览，方便在家人来看律，这个原因啊。但是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故事的描写，就没办法写进去，因为字体太多啊。所以呢，我们假如有空的话，现在西贝塔很发达，那个西贝塔知道吧？西贝塔，上网也可以去，就是电子大藏。假如没有大藏经的话，你看电子大藏也可以，去翻形式操的部分，那个戒本书就不要去看，啊，形式操大部分都还是可以看的，注意就是说看到说好像在讲出家的戒律的时候，你就跳过去就对了，稍微注意一下，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材料都很精彩，也很多故事，这个道宣律主啊，以当时的这种著作，放到现代来看的话，这个是跟印顺导师一样是，博士级的，世界博士的啊，他们引经据典，不是说把那个经典就抄上去。他还把它消化了以后，重新开始写一次，所以那个经文形式操里面的引的经文，你有时候在用西贝塔有时候还找不到，因为他已经改写过了，你去查经典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这样写，他把它重写一次的，重新消化过的，那这里面当然有些故事呢，就是佛像的故事啊。这个佛像这样子辗转，经过鸠摩罗省的父亲鸠摩罗炎，带到中国有四次的一个，经过4个国家，那每个国家都会想要把它这么好庄严的佛像留下来啊。所以只好怎么样再刻一尊下来啊，所以要刻的这个就是就要有点时间了啊，是这个传说是这样子啊，再刻了4次啊，辗转再带到了鸠兹国，就是新疆南路的地方。然后有经过4次的访科，那每位国王呢，对于鸠兹知道吧？就是我们都那个什么龟，乌龟的龟，破音字鸠啊，兹就是知识体大的知，那是音译的啊，但是呢，这里面也经过了这个鸠摩罗炎呢，他是王子出家，但是呢，国王还应该是说鸠摩罗什的父亲啊，罗延啊，鸠摩罗延呢，还被皇帝逼他还俗啊，娶他的国王的妹妹，那生下的小孩就是鸠摩罗什啊。 那因为他们都是皇族的身份，啊，就算出家还是国王都很恭敬的，啊，仍然认为你是贵族，啊，而且出家人也是被看待的很身份是很高的，啊，婆罗门，啊，比这个所谓的四大种姓还更高的一种。 地位，就算还俗了，当然呢，他们仍然有这个知识的他们仍然是知识的掌握者。古代能够看书，都是，不是一般的农民可以看书的，啊，知识都是在僧人的手上，啊，那在中国的话，就是在，所谓的。 士农工商的士，的身上知识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负责要念书、看书、做官，在春秋战国就是这样子留下来的啊，一直很久啊。那在罗什的故事，我们就不要讲太多。总之呢。 到了这个经过4次的访科以后，啊，这尊佛像，啊，才到达中国的瑶琴，南北朝时代的瑶琴，啊。后来那个南朝的刘宋呢，啊，打败了这个，在也不算打败，就是在攻打瑶琴的时候呢，啊，就把这个。 那个南朝是宋齐梁陈嘛，哈，南宋这个刘宋呢的武帝呢，攻破了瑶琴之后，就把这个佛像，就带到江南来，放在龙光寺，这就是一般世人所说的龙光瑞相的故事，龙是天龙八部的龙。 龙光的一个瑞相的故事，这就是在中国造立的佛像的因缘啊。这个体制就这样子，要流传下来啊。那我们看到《资治纪》的一些补充说明的部分，我们看到。 这里面看到第2行，啊，这个幽田第2行，按照经像，找到没？这是因为呢，幽田王，在北印度的国王呢，在佛陀。 有一次的节下，到忉利天去度化他的母恩，度化他的母亲，报恩来说法。啊，那国王呢思念佛陀，就命这个木莲引32个工匠用旃檀木这样子去把佛的形象，把它刻画下来，经过3次的校正，才圆满，所以讲到幽田国王的故事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 造佛像的记载呢，可以参考《大圣造像功德经》啊，有讲到优田国王啊这个故事啊。当时的这个木头是叫，传说是一种旃檀香木啊，里面最高级的叫做牛头旃檀啊，形式钞是这样写的啊，名字是这个牛头的啊。 翻译的一名词的问题哈，啊，它的味道是最香浓的，最高级的这个檀香的木头，啊，它是赤红色的，所以当时是最红色的这个檀香木做的哦。那我们再看到，再来看到第三行，的第一个句点，闻云孔者，啊，找到没？讲义的第三行，找到哈，就是这个形式钞的文讲到呢，这个孔后。 后生造像，无所表彰。这个孔字呢，啊，就是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论着这个描写跟造佛像，啊，使令它相似于佛，啊，当然最初的缘起者是目连尊者，嗯。 然后取后垂成，就是，可是要是取后来佛下到人间以后的一个，垂赐教戒，啊，取后垂戒不是成哈，看错了哈，垂戒，虚推佛意，我们还是要推究。 造佛像是佛陀的本意，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样懂吗？哦，虽然这个因缘是优田国王思念佛陀的起源，但是造佛像的用意啊，事实上的目的就是要存下佛的形象。 来后世来流传，啊，再来这个讲到明授记的地方，啊，就是说明到授记，啊，佛授记这一尊雕好的旃檀木的佛像，啊，一直，这个佛像呢。 到佛的宝阶处所，这个土字头、土字边也叫阶啊，啊，我们阶梯的阶，这个的古字，是土字边的啊，佛从天上下来，有一阶一阶的宝阶，啊。 到了人间以后，这个宝阶当然就消失了，是这样子走下来的啊。在佛像呢，就会亲自的自己走路到佛陀下来人间的地方，来迎接佛陀。这个佛像也自己走了7步，啊，传说是这么说的。 表示说，这尊佛像也有感应，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木头，它是佛的一个表征，是有这个灵感的。佛像，假如我们尊敬的话，去雕刻出来，后面会讲到，就会有灵感、灵验，会有一些灵验的故事，然后佛呢就对这尊佛像来摩顶授记。在行事招就讲很多。那这个木头的佛像会弯腰啊，这个是有灵异的，这种故事好像在传说在中南半岛的缅甸还是泰国有尊佛，好像是不是他们传说，还是我记错了？也是有一个故事，佛像会低头，听说是有一个小偷要去偷佛像的这个顶端的佛髻的一个宝珠，结果呢，那个晚上要去偷的时候呢，竟然那个佛像会动，不给他拿就对了，然后他就对这尊佛像说，我们这个成佛了，都是把世间都看成空的了，对不对？你怎么在意那尊，在意那个宝珠呢？宝珠给我又怎么样呢？你怎么那么执着了哈？结果这个佛像的头就低下来，然后就那只宝珠就被小偷拿走了。拿走之后，隔一天早上，大家发现哎，奇怪，佛像怎么宝珠不见了，而且找不到了。这国王就下令要去追拿这个盗贼啊，然后抓到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然后就命这个把这个佛珠呢放回了佛的那个头的宝髻上面，那尊佛呢又站起来了，就再抬起头来啊，变成原来的样子，这有时候这些贵重的佛像。有灵验的佛像哈，都是很感应的啊。所以我们在造佛像的时候，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要让我们呢，要好好的尊敬佛像，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木头的无情物啊。只要我们能够尊敬佛像的话，虽然只是一个木质的一个佛像但是佛陀就告诫我们，这个佛的法身，这个佛像呢，它的威仪容貌它这么庄严，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一个法身的外表，可以给我们修行的，假如我们看到佛像的法身非常庄严，众生看到以后呢，就会得念佛三昧，找到没？圈圈的五个圈圈哈，就也是因为看到这个佛像的庄严呢。借了这个念佛的三昧，就得到了三昧的成就，这就是一种我们以后这个净土中讲的这个观相念佛，就念佛三昧就很容易有成就，再来具相好者。我们看到佛像，我们将来这个，因为看到佛像，我们渐渐的，我们将来就能够具足32相、80种好，将来成佛的时候就有这个法身，这是因为我们看之前我们。前几世呢，看到这个庄严的佛像，自然而然就升起了心求、仰慕的心，所以就能够感召殊胜的果报啊。如是，这一段就指的是说，如是照例是佛像体啊。上个礼拜讲到这里呢，就说到照佛像这个体制啊，是佛赐令我们后世要仿效来造立佛像，不可以随便营造雕刻啊。好像伺候孝之啊，好像补上去了哈。旧版是没有这个孝哈，现在已经孝把它补写上去了。以上是第一支的部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支啊。第二支讲到此方自度见师，讲到我们在制造佛像的制度的时候，此方指的我们汉地震旦这个地方啊。渐渐就失传了，啊的一个状况。那分成两大段，前一段叫做前代竞争，就是指的唐朝以前，也就是南北朝的时候，这个雕刻的佛像还接近于真佛，啊。第二个科判叫做后世师法，找到没？就是后世指就是到了唐代以后，渐渐的就失去了这个法度，啊，我们把它分为3点，第一点呢，说明非法的状况。第二点呢，就只是造佛像不好的一些过失跟过患啊。最后再来说明应该怎样才是如法的造像啊。好，我们翻到35页啊，看到中间，我们就把前面的形式钞跟后面的自食记，把它综合起来，看中间这个科判的树状的结构就可以了啊。这一段就讲到这个，所谓的第一段叫前代竞争，刚刚解释过了啊，就是南北朝的时候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那分成2部分，一部分叫做稀土传来，所以中国传相找到没？啊，这一段我们支持纪灵之律师给他的科判啊，叫做稀土传来，岭东就指的是震旦，也就是指中国的意思啦。因为为什么叫岭东呢？因为在岭就是指的是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那个世界屋顶的地方之东啊。并接峰谷劲状。指的说明这个佛像的体貌来讲都怎样呢？峰谷径直而健壮啊。再来移树隆重，一树龙种植就是它的一个微势的部分，就是它的仪表很严肃，很值得尊贵，很值得尊敬，很尊贵，很隆重。 所以呢，美发神端，就是讲错了神瑞每每就引发了神异的瑞相指的是它的灵异的一个故事跟一些现象，后面会讲到然后呢？ 光世生善，就是它会光耀世间，使令我们看到、听闻的人呢，都能够升起善念。就是它非常的感动人的意思。再过来看到第二部分叫“持土创治”，那个科判，文里面是“待于汉室”，找到没？待就是直到的意思直到了汉室后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佛法传到中国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嘛，这时候这些佛像都 非常的接近真实，仿佛就是相近相似的意思，然后汉朝到三国到晋朝，到三国，三国晋朝以后呢，最后到了南北朝刘宋，我们说什么六朝？ 就指的是魏晋南北朝嘛，是不是？那以正统来讲，就是南朝为正统，因为北方被胡人殖民过了，虽然说我们当地人认为说他的体制还是还是中国化被汉化的胡人但是 这个传承中国的这个传统还是在南边南朝，所以就南朝有四朝，宋齐梁陈，加上魏晋两朝，所以叫六朝这个时代呢，都还接近真的佛再来看到第二段，并由静心殷重。这一段呢，地方灵智律师给他的科判叫做“总出所由”倒数第二行找到没？倒数第一个句点。 总出所由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一句话，并且由于呢，怎样？这个我们对佛像的一种恭敬心，还非常的殷重，恳切敬重佛像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内心呢，就会 产生追念、慕念，这个灵智律师把它简称为追念，追慕的一个科判，就是意存景仰，我们的内心的意向仍然存在着有景仰，也就是皈依这个皈依佛陀的心，准圣模样，林之律师给他一个科判，叫做法古，不是法鼓山的鼓了哈，是效法古人的古啊。就是呢，这时候还会这个奉行效法古代的科法，仍然这样子仿科，这样过去，而且。 后面会讲到有一些仪式哈，所以它的模样都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呢，所造灵异，所以我们所营造出来、雕刻出来的佛像就非常有感应，非常灵验啊，就是总成所引的一个科判啊，这样懂吗？ 好，再翻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细讲。翻到下一页，36页，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明非法啊，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不晓得时间够不够哈。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西土传来的时候，这个佛像哈、有一个故事，啊，形势套有这么描述，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官员哈，叫伊尹的尹，伊尹有一个商朝的宰相叫伊尹。 有没有听过？或者我们换个方式好了，就是，一个人在引，引就是那个一那个人，这边把它去掉，啊的一个字，啊，一画、两画、三画、四画而已，有没有印象？哦。 就有一个姓啊，叫尹，尹高亏啊。有没有念错？叫尹高亏啊，高是。 高低的高，那个盔哈，音是盔甲的盔哈，但是它是，左边一个心字边竖心旁，右边一个里长那个里，我们知道有一个，公里的里，1公尺的1000倍要1公里，那个里。 他在这个官员呢，他在夏朝回家的时候，他看到桥底下会发光，他就人家告诉他说，哎，怎么有这个怪现象啊？然后他就叫人家下去找找看，怎么这个桥底下的这个这个河小溪旁边怎么会放光？就下去捞起了一尊佛像，然后这个佛像呢，就是在战乱的时候这个遗失的它是很依照古法雕刻的佛像，听说是60公分长，这是邢世超宣主的记载，说这个佛像，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佛像有所谓的莲花座，底下还有莲花座，对不对？还有一个背光嘛，这是古法所制造的方式，但是因为战乱的时候这样子，流失了，所以莲花座跟那个背光，就。 就不见了，然后这个官员呢，就把他载到自己的房子，先安置好，然后经过想说把它放到家里去供奉。 可是呢，很奇怪、很灵验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经过了长干寺的时候，啊，长是长安的长，干是两横一竖，两横一竖干，不是豆干的干哈，两横一竖，这样听得懂吗？哦，怎么造个词干？天干地支的干啊。 长干寺的一个巷口的时候，他的牛车就不走了，然后呢，没办法，就放着这条牛，就让他去，看他要怎么办啊？那可能有受菩萨戒，他不会去拿鞭子打牛了那就看到他要往哪里走这个牛车就一直走到了长干寺的巷子里面去了。 所以就这个因缘就放在长干寺，然后呢，第二个因缘就是莲花座的因缘。在海上有一个捕鱼的，一年以后呢，在海上又捞到了这个莲花座，就要拿来献给皇帝。那南朝的皇帝呢，就 叫人把这个佛像这个莲花座看看这个佛像，听说长干寺有一尊佛像，很灵验，就拿去装装看，就很凑巧的刚刚好，就可以装上去。后来呢，就有5位印度的出家人就来拜访这个官员。 说他们是从印度来的，本来带了一尊阿育王时代雕刻的佛像，这尊佛像好像是阿育王的妹妹，的因缘雕出来的，以后再说哈。然后因为战乱的关系，这个佛像当然我们讲过了，就是说他会这样子 辗转嘛，辗转重科嘛，等等的因缘，然后呢，就这样到了汉地，可是呢，在经过那个战乱，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五胡乱华时代，是不是？然后就不得已就把佛像埋在黄河旁边，他们要等到战乱平息了以后，再找看看，结果找不到了。就这5个出家人呢，印度僧人，就最近就都梦到佛像给他托梦了，说他现在佛像已经流传到江南了，所以他们就跑来江南找这个官员，然后就看到了这个长干寺里面，说这个佛像就告诉5位僧人说有这个，告诉这位官员说他的位置了，说这个佛像说我现在就放在长干寺里面了，给他们托梦，所以他们就来江南来找这位官员，然后看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 而流泪然后这个佛像就放大光明有这样的灵感，照满了整个佛堂然后之后呢，这个梵僧呢，就有一位就说：“哎，这个佛像应该还有一个，他们记得还有一个背光一个圆的一个相光的雕刻，要把它找回来才对后来，这个5个出家人就暂时在这个寺院住下来。然后呢，住了40年以后，活了还可以，那可能这几位僧人还不是很老了还活了40年哈、啊。就在南海的地方，有一个采贝壳的一个渔夫，在了海上就捞到了一个放光的圆光，圆光佛学院那个圆光就是佛的背光了，这样的雕刻，而且还会放光啊，类似灵感的故事，那就捞起来就辗转经由官员交传到了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那边啊。然后呢，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然后把这个背光啊，再把它粘上去的时候，跟莲花座不是背光跟莲花座就有两个，一般雕刻就挖两个洞，是不是可以放上去？哎，刚刚好，刚刚好可以放上去，很奇怪啊，刚刚好可以放上去啊。然后呢，这个莲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莲花台的下面呢有梵文，没有人认识，你会不会是这5个僧人就走掉了？那是梵僧嘛，他没看懂梵文嘛，哈，后来经过这个，后来。印度来的一个三藏法师叫求那跋摩，这翻译名称不要太重要啊。他认识梵文，就把这个梵文的意思就翻给大家听啊，说，这个是阿育王的第4个女儿，她所建造的，叫工匠写上去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他的一个，一般我们建造佛像，古代都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些建造的因缘，还有这个功德主是谁把它写上刻上去当然不会刻在佛的表面，都放在背面或是底下那这样子呢，这个南北朝统一以后，到了隋朝呢。这个佛像就接到了大兴善寺，大小的大，兴建的兴，善恶的善，大兴善寺，每到6斋日啊，听说还会放出光明，这个是感应的一个故事，这个。传到了道宣律祖，他把它写下来，好，这个佛像的确是有感应的，假如刻得好的话，他还会给人家托梦；不见的话，还会托梦，很有感应的，那再过来看到这里面，你看到这一段哈，今随世末这一段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叫做明非法，就是说明非法照相的一个状况。说到呢，现今也就指的唐朝，因为到了。当时的时事已经到了末流了，也就是末法时代了，的意思。那人物情巧，就是人的内心呢，就会物就是专门的意思专门会偏向于。人际关系的人事、人情，这个宣主就暗示出啊，这个出资造像的人呢，出资者的神韵，这些造像的这个雕刻家，都会去看着当时的出资的人，哪一个官员，甚至是哪一个皇帝的脸的一个神韵，把它采下来雕刻上去，有这个暗示的意思。偏向于人情，就会是比较偏向于巧诈，所以就不照原来的雕刻了，这样懂吗？不照原来有灵力的那个佛像来雕刻，所以听说好像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不是？那个佛像，那个石刻的大佛像，武则天时代是仿照武则天的脸去把它雕刻上去的，有这么传说了就普遍有这个现象，这个也无妨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算不如法的雕刻已经造好了，我们也不能变了，也不能改变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心存恭敬心比较好虽然灵验灵感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只要对着佛像，虽然造的不是很好，我们有恭敬心，仍然会有感应的。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佛像得在福境因为他们不如法的建造佛像那因为他们的心不是那么的恭敬，然后趋于这个人情巧诈，所以他们虽然营造佛像，当然有福报有功德，但是因为不如法来建造佛像，就有过失，不能够跟原来的一样，所以功德就会慢慢的减损。比较少，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建造佛像呢，假如有过失不如法的话，我们后面会讲到，会来生会有诸根不具的果报，会受影响，甚至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假如得的话，就是照着原来的方式来雕刻就有福那是因为我们恭敬的关系。那我们假如不如法的话，原因就会失去相对的就是在法事上所以产生了过失有得有失嘛这样子的一个对仗这个古代写这个，写经书都是文笔很好的官员甚至都有一些修养文字的修养很好。那所以宣祖也是很厉害的，他也是著作很等身的写很多书文字都很优美我们再看到。以上就是叙述得跟失的状况再来我们看到灵智律师的科判叫列非相，找到没？就列出了非法的一个形非法的这个相状分成两段，第一段叫做次造相就是呵斥造像的过失在倒数第二行36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对照一下这个划线的一些科判但问尺寸短长，这时候呢造佛像的时候只会去关心啊佛像的身长的尺寸，哦，长还是短而已，而不去关心，不去考究呢，啊，佛像的耳朵啦、眼睛等等的这个相好，乃至于佛像的比例，啊，去看那个，造佛像在这个照相图经那边有写，啊，有个比例，那个大正藏啊，藏本里面有画出来那个图，大家去翻那个大藏啊，会看到查到那个图啊，有一个比例，它会画线啊，然后对角线啊等等啊，怎么照相都有留下来记录的啊，因为没有这样子去按照原来的尺寸啊，比例，所以就不会完全具足，然后或增加利钝，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些营构人非啊，营构人就是建造佛像的出资人跟雕刻的人，他们的过失怎么样呢？啊，或增加利钝，有时候就在讨价还价，工匠啊跟这个出资的老板在讨价还价啊，那这样子呢，买主呢不肯加价，这就叫做钝，然后相对工匠希望得到好的价钱，叫做利，所以叫做利钝。这样懂吗？要增加利钝，然后计供厚薄，那这个主人还会计较哪些东西啊？就是工匠的饮食啊，以前这个不是出钱而已，还要给他们吃东西，是不是？啊，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好的，你还要给他饮食，就会不愿意好好的对待工匠，有这样子的过失。那造佛像的赛夫啊，他们就不会去感恩，心里面就不是的那么情愿，就不会对佛像产生恭敬，对佛法产生恭敬，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寺院跟这个或者出家人呢，常常就会买到很贵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些这方面的菩萨戒的关系不要去得罪人，所以都买到很贵要讨价还价，就是找护持的法师去处理，护持的那个优婆塞、优婆夷去处理比较好啊，但是也不要太这个讨价还价太过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就 OK 了当然我们说不讨，在泰国的话不讨价还价，人家说你这个是笨蛋就被敲诈了所以多少还是要讨一下价但是不要太过分就好而且最好是在家人去讲，出家人不要去讲比较好。那这样子呢，酒肉享味这念味那个遗弃的遗，破音是叫味就是呢，以前面是出资人的买方的过失下面一段呢，这四四段文字呢，就讲到这个工匠的一个过失啊。工匠呢，没有吃素啊，就是为他希望喝酒喝吃肉啊。那要想就是攻击的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发想是不是？薪水就是想啊，是不是？为就是赠送的意思啊，他希望主人呢能够赠送一些酒、一些肉给他吃，所以他的内心呢，甚至呢也会怎样？这个贪婪男女淫欲的这个成熟的事物啊，然后没有专心的雕刻，一直在。有旁边有女孩子经过，他就会，这边看来看去啊，不专心，想这些男女的事情，所以这心就不洁净，这雕刻也不专心，也不好，那身无洁净啊，因为他身体呢，身业不会洁净。啊，一直在讲想这个男女的事情，那心中唯独就牵涉到利润啊，所以怎么样？至实尊相虽素，这一段就叙述说，道宣律祖，的一个话，就是显习无功，在。灵智律师支持记的解释，就给他一个科判，叫做显其无功。不是给他讲那无功啊，没有功用。找到没？到支持记的，你对照一下哈，支持记的解释这边倒数第一行跟第二行有没有？怎样呢？就会导致了呢，佛像虽然已经树就是建立好了已经造好了，结果呢就不像过去那样子有威德力、有灵验。这就是因为非法来。建造佛像的关系，前面这一段呢，就讲到是造佛像的过失的状况。再来看到第二段《明造经》，就讲到说明造经的一个过失，乃至抄写经卷，找到没？这一段就是说明抄写经卷的一个状况，这个制造经典的主人呢，古代这个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都要抄写的。那你找那个字写的很难看的来抄，别人在念经的时候就不会产生恭敬心了，是不是？所以在抄写的过程，有的主人呢，只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来取得经典就好，不管他写的字漂亮不漂亮，就会而且呢，写的工整不工整呢，不好的就是弱笔，若笔出纸，他聘用的这个抄写经典的人呢，不善书写，字写的很难看，那叫若笔。而且呢，当然这工钱就比较便宜了啊。你假如是要那个苏东坡写的字，就是这个就很贵了，是不是？甚至呢。听说这个赵明诚是不是那个，南宋的时候，那个词写词那个女词人叫什么名字？李清照是不是？啊，的先生叫赵明诚嘛，哈，他们就会去收集北宋时代的那个名家的一个经抄经的啊，哦，都很贵的啊，他们就保存历史文物，嗯、很用心，啊，那个不知道是《心经》还是哪一部经，苏东坡写的很贵，最后把它卷起来啊，然后带到那时候在逃难的时候，什么千里追赵构是不是啊？南宋北宋灭亡的时候，南宋那个司马睿是不是啊？就被这个北边的这个这个金人啊，在追杀嘛哈，追到这个南边去哈，那全部人都逃难啊。那这时候这个李清照呢，就带着这个这个苏东坡写的那些名家写的那些经卷，带到南方来哦。真的是字写得好啊。名家写的就比较贵重，是这样子啊。所以，假如是弱笔粗纸，纸呢也是用很粗糙的纸，比较便宜的。这样子呢，有这些过失啊。那恶匠就是指的这些抄写的人呢，是不良的这个匠工啊。那主人呢？因为要便宜，所以就给这些抄写的人的这个供养，这个抄写费啊，金钱就很少，乃至饮食也是很差，叫做恶匠必养，必养，这样懂吗？我们休息10分钟。请翻开课本讲义课本在241页，241页第7行。第7行第5个句动，讲义部分在36页，36页倒数第5行，倒数第5行。第4个句动，刚刚讲到了，在说明照经的一个过失的前半段。那这些抄写经典经卷的部分，由于呢，不如法，所以会导致前功无尽，致使前功无尽，找到没？在讲之前再补充说明，刚刚有一个口误。就是苏东坡写的那个《心经》，是那个李清照，南宋的女词人啊，她在战乱的时候，把她带到南宋去，不小心讲到一个口误，就是那是千里追赵构，啊，不是司马睿啊，司马睿是晋朝，啊，年代我修过丁大啊，更正一下啊，啊，是南宋的赵构皇帝，嗯、啊，不是晋朝的司马睿啊，在这里更正。 继续，我们看到自使前功无尽。以上讲过的这样子抄写不如法，导致写的不好看，经卷也，也很粗鄙啊。那这样子呢，就没办法传之后世，而且呢，不容易让人产生恭敬啊！所以呢，抄写的这些工人呢，彼此，既然你不给我好的价钱，我就随便写写，而且不，这个没有恭敬心在抄写，啊，就轻视了这个经典，啊，那自心因为有傲慢，因为自心指的是主人呐、啊，主人他有轻慢草率的情形，啊，所以工人呢，因为主人不好好的对待。 就对佛经不恭敬，对佛法也不恭敬，啊，说你们这些，佛教徒弄啊呢，啊，都是，也是那么斤斤计较啊，他内心不欢喜，啊，那这样子呢，彼此工人没有恭敬心。 然后主人呢，也有轻慢草率的情形，那彼此呢，都通通轻贱了经典。那这样子等于就把这个法度还有遗则呢，都轻忽了。 虽然还有一点点法度遗则法遗呢，也就慢渐渐就失去了，所以叫法遗灭遗，这样懂吗？哦，这就是讲到这样子抄写的经典，乃至前面讲过的这样子营造佛像，都没有按规矩来，那就没有了灵验。 所以造经典是很谨慎、很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不是说把它抄出来就好了，就有功德了。你要找好的工匠来抄。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基金会是不是有那个在印经，对不对？ 我们也是要找好的纸，找好的这个印刷厂来印，乃至呢，像我师父剃度师，他是越南，北传的大藏经的召集人，南传是另外一个明珠法师，我师父是上净下行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啊，他呢。 对这个造经，虽然他把它翻译成越南文，把大藏经呢翻译成越南文，因为越南经过了这个法国统治200年呢，整个语言文字都改变了，那古代的越南文已经没有人看得懂了，都是用。 语文改变的或者新的这个文字，所以200年之后，那些古代的越南文没有人看得懂，所以就要重新来翻译啊北禅的大藏啊，重新用这个法国这个语言改造的哈，这越南人他们新造的文字，用法国的 ABCD 就是 ABCD 了啊，这样写出来的，拼音的啊，然后有一个喉音、啊、沙啊等等哈、啊，有6个音。 越南6音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啊，然后他们的讲法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师父也是啊，甚至在照经典翻译完了以后，啊，文字要优美啊，要有对仗啊，像诗歌或是说他们的那个译文的一种写法啊。 文字要写得好，翻译的要正确。之外呢，他选用的纸呢，也是用欧洲，不晓得是瑞典还是瑞士还是哪个国家的那种纸，最好的纸啊，最好的纸来印啊，才能够流传得久。听说这个纸啊，不是普通的纸啊。我曾经有一次跟我老和尚。 这个因为要节省那个飞机的那个载运啊，在陆续再翻出来印出来的这些经典啊，要带过去，要一方面宣传啊，一方面来募款啊，那也要有那个经典要拿出去给人家看，看看翻得怎么样，需不需要改进等等啊。 在过程当中呢，我不小心把这个行李里面的那个五谷粉呢、啊，这个弄这个没有包好，没有绑好，就散开来了。打开箱子一看，整个都散开来了。那加上这个金纸哈、啊，我们一般这个纸，假如是台风天，或是滴到水，或是咖啡，哦。 你把它吸一吸，是不是就会摇一摇？是不是？甚至有那个痕迹，是水渍，所以那个台风天过后的那些书啊，以前都是用叫做什么水渍书，是不是？在这边贱价卖出，就是这个原因。那个纸都会变，可是那个大藏经的话，你不能选这种纸啊。 我师父他就特别花钱去买全世界最好的纸啊，那个纸听他们讲是说好是好，我不晓得好在哪里。经过这一次的不小心的一个经验，这个我就把那个经书啊，因为弄湿了、弄脏了，就把它有粉把它拍一拍，哦，能够处理的就处理。 拿比较好的布啊，把它整理整理，擦一擦，啊，晾干。等到干了回一看，都不会变，啊，几乎没有变。当然有一些会有点，叠起来后会摇一摇哈，但是那个痕迹都没有，水渍知道吗？都没有，竟然这么厉害，就是说纸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造经典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的纸。 才能够流传百世，能懂吗？继续我们看到邢世超的文，37页这里，我们就把《支持记》跟这个邢世超一起来看，中间的一个科判，是叫做示过患，显示过患，就是显示这个。 照经照相的过患有哪5种个部分？分成3点啊。第一点叫做无灵，就是没有灵验啊。致令经相训示，就是说，因为不灵验啊，前面讲过的过患，造出来的经典佛像没有灵验。 在经典方面呢，或是佛像方面，这一种教化世人、训导世人的功能呢，就丧失了。本来教化世人，他这个是为诸信守，就是我们佛像是最容易让我们升起佛法的信心。我们还没有看到经典，是不是先看到佛像？我们对佛法起了信心的第一个意念就是佛像，所以叫做信守信仰的最开始的第一个念头反致轻侮反而呢自己去轻慢的侮辱这样子不恭敬经典或者是佛像，那怎么能够产生感应道交的灵感世界呢？所以叫做威灵焉在，这样懂吗？再过来看到第二点，故致偷盗毁坏。这个科判叫做显过，显示这些过患。偷盗当然指的是这个遭小偷啦、夺走啦。毁坏就指的是火灾啦、风灾啦的一种损毁，所以叫做毁坏。那失窃也助，就是呢，我们在被别人偷走的佛像或是经书呢，就把它怎样？私自的把它做成别的东西，比如说在破佛的时候把佛像呢拿去重新加热融化变成钱币，那几个皇帝都下场都很不好，为了要要制造铜币，打仗要钱。所以就把这个佛像毁坏，就去拿去铸造别的东西了，所以呢叫做失窃也助，那焚经受用指的就是对于经典方面呢，有时候我们的经典不只是纸做的，也有用布写的，是不是？那有时候呢，上面会有绢布会有用这个贴金，或是说用金的成分去抄写的文字，像比如说经本上面都会镶金，是不是？那个字比较好看，不是黑色的，是金的金字的那个就比较庄严一点，人家看后就比较欢喜，就会恭敬，那有时候呢，有的人就私下就把经典毁坏啦，就拿去把它上面的这个值钱的金料拿下去，去这个做别的用途了，所以叫做焚经受用。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多现罪咎，就是会拖累这些，把这个罪就会陷害别人而落于罪咎，叫做多现罪咎，大多都会有这个过失的意思，因为对这个经典佛像做得不好，那就没有灵验。那些不信的佛的人呢，就会胆子就大了一点，说这个没有灵验的佛像，我何必那么恭敬呢？现在没有钱，那就把它拿下来做别的用途去了，就不恭敬，会侵犯，会毁坏，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导致不好的果报、苦报。所以第三段写出这个初意，就是显示出这些，这些过患的意识，并由违背世出世法，这样子呢，就违背世间的一种礼教，乃至出世间的佛教的这个法度，所以现在呢，跟未来都会受无量的、苦业果报，在法苑诸林里面就有引到经观，净福经，大约讲的是这个，佛的这个经观，的一些故事，那用金造的这个观，这样子的，当然不是很大了哈，就是小小的哈，那就会有尊敬，观慕，因为是舍利嘛佛的舍利或是祖师大德的舍利，放在那个金色的棺木，有的这个，贵族为了要供养，就把这个佛的舍利放在这个金棺里面，这里面的一个经文就讲到，假如我们随便造佛像的话，未来500世呢就会诸根不具，所以我们在造经典的时候，造佛像要有法度，听说有时候要，像成一法师他们的一个传说了，有一位，做水晶的一个玉佛社一个商人他们在造佛像的时候就要，叫工人，要好像斋戒沐浴一样，要叫他要吃素，然后呢，非常恭敬的把这个，佛像造好，所以他就感应了这些功德，好像有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喇嘛。还给他们加持过，他们这个佛像经书的样子很灵感，就很灵验，然后再把它舍利再供养在里面，这种水晶做出来的一个，等一下再看看他怎么讲啊，总之呢，对佛像制造的时候要恭敬，所以只要不恭敬，就会有受到这个无量的苦报，都是因为失去法度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呢，我们轻薄薄见轻侮对于经像轻薄、轻慢、侮辱，这样子，找到没？倒数第3行，并下初意这里，就乖违了世俗的礼教，这不是不合乎这个佛所严格庄严的一个教次所以叫非佛言次，找到没？所以这样就说违背是出世法，都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违背了，然后现未就是现在未来两种，报应呢，都是因为照相不如法的缘故，所以以后制造的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这就是灵智律师对我们的一个劝诫有关这个故事，又讲到呢，我们经相，我们要恭敬，就算他已经旧了，要如法的把它处理，假如是佛经的话，就只能做佛经，佛像的话，我们就把它修复。做成新的佛像，就算他已经毁坏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怎样粘回去，这样懂吗？不要随便就把它烧掉了这样不恭敬会有果报。听说呢，在《法华经》的《法华传记》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说到这个，有一位沙弥叫做云藏，云是那个天上的云，藏是大藏经的藏，云藏这位沙弥呢，他把这个《法华经》，因为是布做的纸钞的经卷，绢布那听说呢。他把它救了以后，就拿过冬天没有衣服，就拿来做衣服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结果呢，发生了一个果报，就是全身都长疮还是就不是，是身体都长疮了，眉毛也掉了，然后呢，还有点像发疯一样，发了癫痫病，然后7天以后呢，全身都溃烂为止，有这种故事，这提醒我们对于经典要恭敬，不可以拿这个，虽然你把它看是经典，是布做的，你不能把它当作布。拿来做衣服，会有果报的，还有呢，像这个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宦官，他因为是宋徽宗宠信的，的一位，太监。他任着这个给他管一个军的一个节度使，后来也做到太傅的样子那因为他仗着这个皇帝的恩宠，就对人民呢的这个征收的税赋呢，就就是当不好的官就对了，做官征收这个租赋，把那个不好的地拿来给人民来耕种，然后照常收税，然后甚至呢就把这个那个地里面刚好有寺院，把它改建成民宅，做成官府，然后把这个佛像都把它搬走。那在搬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佛像的肢体就破裂了。这个官员呢，结果呢，你就哪里破就哪里这个哪里受伤，那胸部呢就溃烂，最后就死掉了。也有这些现世的果报、现世报会发生，这个要注意。对于这个有灵感的这个佛像，不要看它很年代久远，寺院很破，破破烂烂的，我们要把它寺院要把它改建装修好，才有功德，不要把它挪到他用，这样就有现世的恶报，这是讲到这些过患的一些故事，就暂时讲这两个，其他就不讲啊。再过来，我们看到下一段，行思钞就继续讲到若使道俗存华这一段，我们直接翻到下一页38页这一段叫做明应法。就是在说明，我们用相应的法度建造的话，就会有感应，会灵验。我们在家众或是出家众，在造佛像的时候都能够存，就是依照的意思依着如法的方式来建造，或者说经典。里面说的古时候传来的如法的建造的方式，不要再自己再另外创造，这样子依照古式的佛像来建造出真实灵感的佛陀的遗像，就会有感应，乃至呢，都会连鸟啦、兽类啦都不会跑来污损佛像，来践踏。何况我们人呢？是不是？再来下一段，至诚感胜。假如我们在制造佛像的时候，但能奉圣像仪。假如我们能够尊奉圣像仪、仪轨，或者是法仪，或是仪像，那佛呢也会垂行示机，这个佛呢，因为我们的恭敬心就会有感应，怎么感应呢？会垂形，就是降下他的形象，或是显示这些形迹，就是指的感应的意思。有时候会现佛，梦中会见佛，或是定中见佛都有可能。然后有一些感应的事迹会出现。常见的呢，像佛像呢，灵异的故事刚刚讲过很多了在圣贤录里面还讲到说，这个隋朝在蒋州，蒋公的蒋有一座寺院叫做新皇寺，就是那个复兴的兴，皇帝的皇，发生了火灾，结果呢，这个灭火之后发现这个佛像，移动了1公尺多，因为它那个可能上面会有这个木头会掉下来，会打到它，它赶快向前移动有这种不是向南移动一般我们是为什么向南移动？就是说它坐北朝南嘛，所以它会向南移动，等于是向前的意思。嗯，移动1公尺这么多。嗯，有这种灵异的事件。嗯，还有呢，又像譬如说这个铜像，佛的铜像，被偷了以后，这个盗贼啊，因为那个佛像的灵感，护法的关系哈，结果这个盗贼把它偷了以后，要走出寺院，走不出去，最后呢，天亮了以后说啊，那这个寺院的这个僧人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干啊？”才知道说我在偷佛像，走不出去哈，像这种灵异的事件很多啊，因为我们如法的造像。 就有感应，佛像啊，就跟真佛一样，它还会移动，有时候会有灵感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偷了啊，佛要偷的人也偷不了啊。当然被偷的不见得就是佛没有灵验了啊，不要这样想啊，就说它有一些灵异事件会发生啊，要注意啊。 所以我们讲这么多，就是要我们对于佛像呢，要自诚，自真。前面讲过了，自真其观，把它当作真佛一样来观想、来对待，这样才能够修得念佛三昧，这样懂吗？再过来，时间关系，赶快来看到第二节叫造塔的部分啊。 造塔呢，这里就分得比较细啊，有6大项，叫做示明显报，乃至造毁恶报啊。我们看到第一项叫做示明，也直接呢就翻到科判的地方，下一页39页。 39页的第一行，林智律师把形式钞的科判分为2个，叫做释名跟翻译。释名就是，显示这个造塔的这个名称的由来，那后面叫显报，就是。 显示造佛塔的果报，我们就不再仔细介绍，我们时间关系就直接来看到这个释名的地方啊。其他6项我们以后再慢慢的来说明啊。第一个部分释名啊，说到杂心，指的就是杂心论。 就是，小乘的一部论点，就说到这个塔的名称，当然有别的经典也有了哈，有在说明。形式钞道宣律祖呢就说到，这个为什么叫做塔呢？就是有放舍利叫做塔，我们前面也讲过，是不是？啊。 放舍利的叫做塔，没有放舍利的我们叫做支提，是不是？啊，以前有讲过，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加说明了。塔当然就是，也有，翻译成塔婆，或叫做偷婆，这是梵音翻过来的，梵文。 梵语呢叫做stupa， 有时候就直译这3个字音译叫做处堵坡stupa 那为了要把它简称，我们中国字呢也是一样把它简称把外国的文字呢把它简称这常有的事情日文也是一样，电脑已经不是所谓的 computer 了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写，television 它不叫做提拉维亚乡嘛，哦，那个讲法不一样，就把它简称，嗯，就好像英文，就UNESCO 啊，也是一样，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太长了，就把它翻译成了 UNESCO 啊，就是简称，就是他们的一个联合国 United 啊。 就类似这样子，都有简称，语言的这种使用方便啊。这个塔啊，其实呢，我们又名塔婆或偷婆啊。小字部分就说到说，此云冢，冢就是坟墓的意思，找到没？啊。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坟墓，或叫做方坟也可以，四方形的坟墓，啊，塔就相当是一个坟墓，因为有舍利在里面，有佛骨或是舍利，佛的舍利在里面，啊，所以就是相当坟墓的意思，啊，那。 肢体就叫做庙，庙就是貌。在古今注，我去查这个，这里面没写哈，就是它这几个字是道宣律祖，它是从古今注里面这个使用出来的。就是近代有一位学者叫崔豹，他做了字典。 就是为什么叫做妙？妙就是貌也，用这它的四个字，就是说要仿佛先人的形容，就是说建造这个庙，这个祠堂，就是要让我们后代的子孙。 去祭祀、思念过去的祖先的形貌，所以叫做形貌的貌，这样懂吗？啊，我们也是一样，佛教寺院初一十五都要礼祖，早晚课的时候要礼祖，就要礼敬我们的历代祖师等等的，就是礼敬我们的师长，有这样的仪式啊。 所以庙就有这个功能，塔或者是肢体啊，肢体就是庙啊。虽然没有这个舍利在里面，所以我们叫做肢体，也就是庙。这样懂吗？好，再过来我们翻到第二项，显报。这舍利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就不详加解释，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进度有点拖慢了啊。我们看讲多少算多少啊。第二项显报，就是显示我们造佛塔的一个果报。 所以叫做显报，我们直接看科判，邢世超的一个科判呢，因为太多了，所以就印刷的关系就移到下一页40页，有3项啊，第一项叫四因果。 最后一项叫显报，在下一页，我们看到第一行，是因果，这个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说到显示这个因果，哪一个因果呢？出自哪里呢？ 道宣律祖就引《增一阿含经》里面说到，初起偷婆啊，最初来建造这个偷婆，当然就是前面讲的塔婆，也简称就是塔啊。我们去修补治理破旧的寺院的时候啊，就能够受到梵天王的果报，所以叫做并受梵福，这样懂吗？啊，最初在建造佛塔，乃至以后再来修补寺院的时候，都能够受到梵天的果报，这样懂吗？那再过来看到什么叫做梵福？这里面灵智律师给他一个科判，叫做较量梵福。就是说到梵天王的福报的量。这里面就说到呢，好像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一周所累积的功德当然很多啦，福报很多，但是还比不上所降生的，或是说上一位转轮圣王的功德福报。所以就是不如一个转轮王的功德转轮圣王的功德等于是这个全部人民的功德就好像阿育王他是转轮圣王，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了佛经里面这样讲的统一的无印度等于是转轮圣王那再往上算过去，转轮圣王的功德还比不上下面的梵王的功德。再往上算的话，乃至于如是西边、东边、北边，因为我们本身是南边嘛，南阎浮提，其他3个州，总共这4大部洲，他们这些的轮王的福总和呢，还比不上一个四天王天的天王的一个福报，这样懂吗？然后这个四天王的，再就是所谓的6欲天的天王，还比不上这个初禅天的梵天王的功德。全部加起来，还比不上初禅天、大梵天的功德福报，这样懂吗？就是这样比上去的意思。6欲天当然有，6欲天有6天嘛，什么刀立天、兜率天，一直往上算嘛，是不是？这6天再上去到初禅，初禅有所谓的梵众天、梵辅天跟大梵天，大梵天的福报，是更大的，就是我们受到的福报呢，会像梵天那么大的意思，这样懂吗？然后做一个结尾，就是劝修，翻到下一页就是简单的就是劝我们要修，修什么功德啊？修造像、造经的功德，这样懂吗？此为梵福量，当如是学这个造像的功德，或是营造寺院的功德都很大，像梵天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谭虚老法师哦，他去一生传记里面就建造了，听说有9个大丛林新建的啊，乃至这个虚云老和尚把好多中国这个丛林的旧的寺院都一一去把它修复，啊，他们2个功德都很大，嗯，就把这个佛教就复兴起来了。就2位，祖师大德，功德都很大，虚云老和尚、谭虚老法师都是有功德啊。所以听说谭虚老法师是。 做脱力王啊，坐着往生的，啊，还有福报嘞，有500个人在他旁边念佛，他是坐着往生的，那个虚云老和尚功德也很大，听说活到120岁，还很健，还很健壮啊。 所以修这个寺院、建寺院，功德很大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向下文长，我们复以来日6月27号啊，我们回向。